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音乐不只是让我们的心情可以放轻松，也可以利用它的节奏来做运动。原住乡顶寮社区每一个礼拜都有音乐运动的课程，让老大人透过节奏来训练他的脑部和身躯，而且也透过课程促进社区团结的力量。对着音乐节奏，让脚手小可运动一下，再加上老师活泼的动作，让原住乡顶寮社区的许多人是生了真欢喜。而且这回还有家属来到这，跟家己的爸爸妈妈斗阵体验这热闹的气氛。因为可以带动他们在心智上的一个调整、成长，以及在身体上的一个协调，我觉得这对这些群组里面的人们，我觉得帮助是很肯定的。我感觉足趣味啦，嘿，啊，大家来吼，啊有伴，啊大家来吃，安真趣味，真快乐啦。对咱定定身体较好个啊，老吼社区顶了社区定定对咱身体好，等啊才会快乐哈。这摆个课程就是要让长辈透过音乐来训练因的注意力，并且透过音乐节奏，让因手部、脚部活动一下，让因会当更加健康、快乐嘞。那这是一系列的一个听说学唱动的音乐律动的一个活动。那设计这些的简单的借着音乐的节奏，那简单的一个手部跟脚部跟脑部的一些的怎么样刺激的学习，甚至是伸展运动哦，来帮助这些爷爷奶奶他们怎么样身体能够健康。那顶寮社区目前的爷爷奶奶来的还蛮踊跃的啊，但是会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股大家一起来变健康的力量。那这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很乐于看见，那会成为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城市，那可以看见阿公阿嬷他们过得会比较健康跟喜乐啊。透过这款音乐运动的课程，除了让老大人更加欢喜学习，也可以看到他们脚手更加美丽的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。大家很欢喜，脚手也感觉比较活动比较轻松了，没说我们时常时常了，大家都拜三都会说怕拜啦，怕来活动中心上课，大家都对这课程很欢喜，很满意。感觉我感觉他们比较有笑容，还有脚手也比较灵动，都自己一群都会准备，就说老师说要准备什么，会制作的道具啦，来吃，跟来吃，就说老大人都分享的。音乐不但是让人的心情放得轻松，也可以利用它的节奏让老大人来运动，期待未来看到顶寮社区的许多人更加健康快乐过生活。顶寮社区赞！记者李伯利昌报道。